要去哪？士林夜市。然后要干嘛？我们可以刚好帮我们买一个皮卡丘。哦，对，因为掉了。你们要去士林夜市干嘛？看花灯。好，走。加之悠悠卡。嗯。资料读取中啊。请选择回入项目或放入纸钞。你就直接放入纸钞。捷运站也可以玩。我们现在要坐那个捷运到，我们要坐到站，中间可能会换车，不知道。Mystery， 好像有吗？哦，好，没事。我会坐到士林夜市，然后去逛逛，然后可以可能会顺便再帮家人买一个皮卡丘帽子。就是你按耳朵，它就你按它的一个下面，因为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耳朵就凸起来，然后它还有发亮的，也有很长，然后你手可以插进去，然后很多种，还有发亮，还有那个耳朵翘起来，好，站好，好，站好了。我们有个影片在也有介绍，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。他也是要来的，什么夜市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，然后我们跟外婆、外公、外婆、外公碰面的。今天人很多哈，一天庆祝雨好，一定要把口罩戴紧一点，好，不然会一会被罚，二就会变防疫，或者三呢有可能会被传染。好，走吧，走。哇，这家鸡排很好吃吗？海螺，要不要一个？这个是海螺。我买两串，七串，另外一串，对，一个芥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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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。那姐姐，拿好那边。海螺，它这里面有三芥末，很酷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到士林夜市的入口。这里不是入口哦，这是吃饭的入口吧？吃饭，地下室。大鸡排，你们要吃鸡排吗？我去买。哇，摊贩少很多哎。好，我们现在到美食区，有牛排呀、炒饭或海鲜那一类。那你要吃什么？不知道，像我每次都说看完再说。好，我觉得好，觉得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老板几位？要吗？你要什么？老板，你们大家。
好大大鸡排来了，你们是吃完了还没？烫不烫？有点烫，刚炸。好大大鸡排，很烫哦。这里还有丝瓜，好喝吗？哇哦，鸡排整个都在冒烟，我爸爸排了超久。好吃吗？但我怕我现在吃又搭杂，然后呢又晚餐要吃不下，然后呢妈妈又叫我一定要吃完，然后呢我又肚子痛，所以是干脆不要吃什么。好啊，今天来了。我很推荐跟马丁丁那个。不要玩我。要不要吃臭豆腐？臭豆腐。姐姐目前评价不错吗？啊？好吃吗？好烫！差的，炒饭。啊，对了，对对对，小豆腐。买来的仙草茶，我们每次来士林必买的，对不对？必买。那还有枸杞茶，还有什么？毛根茶。毛根茶。有甘蔗吧？但是你们比较喜欢枸杞跟青草，枸杞有时候没有。这个是你的。走啊！对，云南人那么多吗？没有，你刚刚讲。准备要去看花灯了吗，姐姐？对，我们才刚吃完饭，走楼梯上来。刚刚下来超热，我想掉就要看虾。你要看虾？掉虾的。美食区上来都是游戏，还有吃的。如果对游戏很兴趣的，也可以来玩。还有捞虾，还有捞鱼，还有很流行的那种搓气球，就可以拿玩。旁边有灯的。啊，这就是好大大鸡排，也是排很多人。从美食街要去看花灯的区，是沿着这个叫基河路哦，就是沿着基河路一直走到底哦。好，哦好，探讨烧饼的地方，它有黑芝麻、红豆、糖糕、胡椒、小猪，还有老面。外婆要买糖的，哇哦！糖的要，糖的要五个。要买重的。哇，盐在里面。哇。大陆的不好嫁过来。在越南比较。士林夜市另外一个入口。从这边走，姐姐。今天人还蛮多的。三个。蛋烧烤、香菇，好多人。北京羊肉串，我们先走到那个士林夜市，然后等一下要去看灯了。先逛一逛是不是？对啊，像有夹娃娃机或者是那种丢气球。对啊，这边好多吃的，你觉得你有没有推荐什么？啊，这是爸爸刚刚
买青草茶的店，有青草茶、枸杞茶、毛根茶、红茶、奶茶。是你自己的？对啊。那你有推荐什么吗？我推荐糖葫芦，我觉得很好喝。我觉得很好吃，说错，因为我现在手拿着的。我觉得草莓很好吃，它甜甜的，在里面有就是甜甜的，然后外面就脆脆的。弄得好漂亮！哇，好多糖果，古早味。我们抢一点。哇，抢一点。No more candy for you guys. Too much. 拿一个那个，这个哎，我们以前买过。多抽抽乐，Yeah, you can't have too much candy. 你要甜甜圈还是要这个？200克啊，快十点了。哦，快走了。有你们要的。这里有草莓，还要排队吗？我们要两根草莓。买到自己喜欢的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这不是米的。啊，那不是米哦，不要吃掉。我已经把一块吃掉。OK。本来以为在停车场，结果没有。好哦，开始有花灯喽。沿着基河路，要走一段，走了10分钟，还在走。这走到上面，然后再沿这要走一个小时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走了。不需要。那你们坐那个慢。好，等一下再说。没关系。一个灯都还没看到。明天吃完饭以后开车。我饼干。整个绕一下。早知道应该坐公车到天文馆这里，走路小孩有点累。你是不是有2分钟？姐姐。终于到美伦公园了，那是那个科博馆对不对？然后右边是天文馆，那我们看到底什么时候会看到花灯？小孩都生气了，为什么听到声音？这应该不是灯笼吧？结果灯会是到20号，白走了。好吧，那就在美伦公园玩一玩吧。哇，这也太好玩了吧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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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OK。姐姐来到公园玩，结果今天有没有花灯？白走了，咱再见。但是你开不开心？这边有好玩的公园。嗯，还好啦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个，我刚在那里表演了，假装当业务，然后就，好了，很好笑。说拜拜。拜拜。三荣，今天没有没有看到花灯？没有。那 did you still have a good day？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？ 公园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回家了哈。拜拜。好，那你说拜拜。拜拜。